说过，江湖中人不可轻信。方英看不简单，他的心思连我都猜不准。我们已经拒绝过他了，你为何要找他合作？方英看要斗倒雷隼，还有有桥集团，我们的目标一致，为什么不能合作？你这不是在跟他合作，你是在跟他相互利用。相互利用怎么了？只要能达到目的，就相互利用啊！你是金风细雨楼副楼主，你不该这么做。那金风细雨楼副楼主该怎么做？以什么规则去做？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有所不为，我看是所有事都不能为吧。既然说到这儿了，我就把话说明白。这金风细雨楼每一条决定都是你做的，各组每一条消息都交到军师手里。四大主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亲信，还有部下。那我呢？我没人，没权，连我调用无法无天，他们都跑来跟你汇报，可不可笑？我是副楼主，我这个副楼主连这点小事都决定不了，我叫什么副楼主啊？今天你有本事，你可以为自己目的行动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做的这个决定让无法无天的兄弟们平白牺牲，楼里多少人因为你变成了孤儿寡妇。他们的死是我的错，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，但为了楼里，为了大局，死几个人怎么了？大白，楼里死的不是几个人，楼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啊。我不可能把每个人都当我兄弟，你明白吗？这就是我跟你们不同的地方。我去看看他。你武功差，我不欺负你，我蒙上双眼跟你打。
英雄多半是能屈能伸，有勇有谋，而且高瞻远瞩，能随机应变。诚实天风海雨，波澜壮阔，但是也能扶风带雨，顾盼生姿。能看透这世间的是智者，能看清自己的是哲人。你很了不起，你都能看透，但我想的跟你不一样。我不想看得这么透，我觉得男人不能一日无权，得到了我才会快乐，失去了只会痛苦。就算荣华富贵是白云苍狗，我也要抓住他，这样才不枉此生。胸怀壮志是好事，但丝毫勉强不得，也着急不得，否则恐怕为福者少，为祸者大。我管他是福是祸，活着最重要的就是开心，遵从本心，千万不能和自己作对。你力克了五大高手，又打败了雷隼，想要天下闻名，那也是指日可待。指日可待，那我真希望那天赶紧到来。不过你每一次大战你都参与了，你不想成为天下闻名的英雄吗？我当不当英雄无所谓，反正现在啊，你们都想当英雄，那我就当那个披荆斩棘的人。小石头，放心吧，我跟大哥之间没有嫌隙，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是兄弟。是我和小石头请春姐姐来的。师兄，那件事本非你所愿，你好好和春姐姐说一说。挽留剑的故事，王小石并没有讲完。有一个姑娘叫小静，她的父亲死在了诸葛身后，和袁十三县的联手之下。她为了离间二人，也为了报仇，嫁给了袁十三县。这一家不是爱，而是恨，痛苦了一生，最后死在了袁十三县手里。你我这辈子没有喝上的合卺酒，我当这杯便是了。父亲这一生与金风细雨了为敌，今夜过后我心亦如此。小石头，梅荣，出来一下。怎么了，大白？坐那儿。哦。温柔，快点。大白菜，你找我啊？什么事儿啊？你也坐那儿。嗯。哦，大白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我呢？想给我们三个人做幅画，讨个彩头。
做幅画算什么讨彩头啊？先摆个好看点的姿势，来。哦。哦。你俩笑一笑，我欠你们钱呢。大儿，这是你第一次画我，好好画啊！别说话，别乱动。好了没有？等会儿，我脸要下降了。忍一会儿。好了，我看看，怎么样？大白，不是说要画三个人吗？现在怎么只有我们两个人啊？你是不是有事要跟我们说呀？我呢，明天要离开京城一趟，等我回来，再把自己贴上，就是这个好彩头。你要去哪儿啊？雷纯要去楚河，我担心他有危险，我去保护他。知道他心里那个人不是我，但我就想护着他。那既然你决定了，就去做吧。有你在纯姐姐身边，我也放心。你可不要让别人欺负了她。还有，你也要照顾好自己。你要是受伤的话，我就……我会受伤？都是我伤别人。就是，大白，那说好了啊，等你回来，一定要把这个补上。嗯，这个彩头好。你在等我。山间无光，夜路难行，我有些担心，就过来了。一起走。你来做什么？你最近整个人都很奇怪，我很担心你，你知不知道？不用你担心我，你回去吧。我知道你最近遇到了很多事情，可是你宁愿一个人来喝酒，都不愿意跟我说嘛。和你说又有什么用？我一个人喝酒，至少旁边不会有人烦。小石头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为什么不能变？大哥病重，大白也走了，这江湖一直在变，为什么我不能变？好，你想喝就喝，想变就变，我绝对不会变。只是醒酒汤，记得喝。